陆续的考试，这几年呢、啊，工会跟福利会啊，以及陆局都有感受到啊，新的一代的进入台铁，加入台铁，那更期盼了、啊、新的一代来接续的台铁未来的传承，以及啊台铁未来的的一个技术啊，以及工作的延续。那政府呢，刚好在人口不断的减少下，那执委会呢也希望有做成这样一些希望，用集团结合的方式来鼓励大家。好，那我在这边代表工会，工会不只是在工作职场以及安全福利方面要照顾大家，我想集团结合也是一项非常好的方向，在这边祝福所有的新人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永保安康，谢谢。感恩，谢谢理事长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主婚人。